7月31日，江苏南通网友马路上遇见多只流浪猪并捡回家。众多网友表示，流浪猫狗经常见，碰上流浪猪却并不多见。网友把流浪猪放进流浪猫的笼子里带回家喂养。二师兄们有福了，愿他们能健康快乐的成长，被暖心网友点赞。